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教室，我是你们今天的老师音乐虫。今天我想教大家唱一首歌的、叫做《哆来咪发嗦》，是这样的。咁咧就我哋而家咧即刻嚟唱一唱啦 ，Do Re Mi Fa So， 非常之好啊！大家唱得，跟住咯 ，So Fa Re Re Do， 啊，大家都唱得非常之好啊 ！Uncle Wilson， 就请问你有啲乜嘢想发表咁样噶？音乐虫老师，可唔可以请你重复下嗰两个音啊？你话系发苏啊？唔系发苏，呢边呢两个啊？啊，对 ，sofa 啊，系啊，系啊，系啊 ，sofa 啊，系哦 ，sofa 哦，咁啊，请你出嚟解释一下啦，吓，唔该晒你啊，吓，冇问题，冇问题。Hello kids,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就是啱啱跟音樂蟲老師學唱歌的過程入面 ，Uncle Wilson 留意到一樣很有趣的事情。Do re mi fa so， 跟住是乜嘢啊 ？So fa mi re do， s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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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a 是乜嘢啊 ？Sofa 是呢個 sofa， 哇！竟然我哋喺 Do Re Mi Fa So So Fa Mi Re Do 入边，我哋都可以学识到英文字嘅。冇错啦 ，So Fa Mi Re Do 入边原来隐藏咗个 sofa， 咁 sofa 点串啊 ？Speedy spelling，Let's go！ 我哋只要将 sofa 放埋一齐。Wow, sofa, S-O-F-A， 就是我们今天要串的字啦。我们即刻来重温一次。等等先，如果你未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如果有啲咩字想串，记得 comment 话俾我听。如果你中意我嘅 video， 记得 like。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Do re mi fa so， 跟住 so fa mi re do， 咁大家记得之后点样串 sofa 啦。